桃园机场原来是日本人留下来一个机场，这个机场呢，很简单，因为他们是原来是自杀飞机用的一个机场，就一条很老的一条旧跑道。桃园基地是最靠近指挥中枢台北市，第二点就是桃园如果起飞到大陆沿海距离是比较近，这就是为什么在桃园设立征召部队的原因。当时八号山炮战的时候，侦察机要去侦察它的那个炮位啊，我们那个侦察机去的时候，他们的飞机啊也会飞起来拦截，那我们的飞战斗机呢，也就跟着后面呢、啊、就起飞，就跟他们战斗起来。桃园五大队啊，是一个非常有传统跟光荣战史的一个部队。老前辈们都讲说，五大队首都在哪，五大队就在哪，有点像是皇家空军或者禁卫军一样，大家都会以身为五大队，就是天府部队啊，五大队为荣。我们从大陆移到台湾来之后呢，五连队呢就从民国37年就移到这边来了。这边来以后呢，基地设施什么都没有，所以从修跑道、修机坪，逐渐啊，才有现在这种规模。空军啊，这是飞机呢，这个系统啊非常复杂，飞机每飞一次就会发生故障，那发生故障的话，你要不修护飞机就不能飞，所以飞机修护工作对空军来讲是非常重要，对空军的战力保持也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修护工作，空军就可以说没有战力，所以后来当然没有捧场，没办法修护工作，所以后来就逐渐要盖这些修护的设施。一号捧场是从屏东机场，就是日本人盖的还比较完善一点，拆开来到运过来，在这里再组合盖起来的，这是第一个碰场。第二号碰场是美元盖的，而这个碰场盖的也很好，是这个设计上跨度也很大。我是那个什么民国47年呢、调到桃园来，原来我们在机校的时候应该是一年呢、这个因为八号山炮战的关系，所以说把我们提早毕业出来。哎，我在12队当机工长的时候，我们飞机如果有毛病、有故障、有什么那些了，飞机要拖到这边来，那我们要跟着来，告诉他我们发现的情形，这样让他们了解一下子，然后他们检修是这样。我们当机工长的时候，跟那个什么飞行啊都有很感情很好了，因为他也感谢我们，我们如果维护飞机，如果维护的安全的话，对他的生命都有好处了。所以说我们这个维护的人员啊，可以说对他们生命的保障有很大的贡献啊，这是我们的这个当机工长这个一种责任啊。这说起来也是我这一生最荣幸的一件事情。据说当初在中华民国跟美国那次有邦交的时候，美军在西太平洋在这个基地算是个重要的基地，所以说他在做完任务的时候会找休闲的地方，而这个地方就是美军在出完作战任务或是在执行完工作之余会在这边做个休闲，这边包括游泳池啊、俱乐部啊、小坝啊等等，就供美军一般的休闲舒压的地方。
东北断交撤出以后呢，我们自己的中华民国空军在这边使用的方法呢，就因为这边有游泳池跟俱乐部，还有空军人员宿舍，所以说呢，一般来讲这个空间运用的话，就是在正常使用，就是每个月的月会或周会、政治教育的时候，都会利用这个场所。在平常休暇之余的话，比如说三节的时候，都会在这边办一些活动。因为我从官校毕业，从步训队受完训以后，第一个基地作战基地就调来桃园，在部队的生活几乎都在桃园生活，甚至当初成家结婚的时候搬过来眷村，也住在我们前面那个宿舍里面。那时候等于是大家生活在一起，作战在一起，甚至眷属的相互之间的感情都很好，甚至逢年过节或是小孩满月，都会在自己的眷村或者在部队里面办一些小型的餐会或者活动，不管是圣诞节的晚会啊，还有一些游泳池上旁边的烤肉啊，这样的话对飞行员之间的连结啊，眷属连结得很深。所以我们桃园基地的人啊，不管是以前连队的或者桃子部的人，基本上相应是蛮强的。我想这个要回到55年前，那么也就是民国54年左右，大概我10岁左右。那么我们跟这个整个桃园基地啊是非常密切的。那个时候呢，因为他中正堂有晚会，所以我们可以进来欣赏一出一出的好戏啊，看魔术表演，看康乐队，看义工队，看等等啊电影。当年我们并不知道这是一种空军独有的福利啊，但是后来我们回想起来，我们童年的生活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精神上的快乐。那当年比较震撼我的一些在中正堂的回忆里面呢，就是他有康乐队来表演，那个时候还有军中还有话剧队，他那个逼真，他们的表情，他们的动作，让我感觉好像是真的，所以给我的小小心灵带来很大的冲击。于是呢，无形中在发展上呢，就找到自己的兴趣。后来我现在我退休之后，我就走上这个挖掘我们眷村的记忆故事，可以讲说推展眷村文化。我觉得桃园空军基地他这段回忆对我是非常非常大。因为当初这个大陆是完全的封闭，所以当初美国就是因为我们跟大陆还在一种敌对的状态，才想到说由我们中华民国的空军进入大陆的内陆去做征召的任务，所以当初美国才想到和我们中华民国合作，所以才成立了这个快刀计划。当初谈的条件就是我们出飞行人员，一切飞机和地面所有的设施都是由美方提供，所以当初我们就是派了飞行员到美国去受训，受完训以后回来就执行这个任务。但执行任务所有得来的信息，两国均分，就是大家互相都能得到所有的情报，所以这个单位当初就是非常的机密。到桃园呢，35天，我是 navigator， 就是领航的 flight planner， 就是飞行计划。领航比较麻烦，事情多，人家因为飞机驾驶员，飞什么方向，飞什么高，怎么高度，做什么事，都是我管的，当家的。我这个房间跟保险箱一样的，我们的这个地图啊，还有一个保险。蜂巢好像蜂巢的，这里面有很多的几十个航线，但我们每天都在画地图，画地图不但画，而且上面还要注明，这一点转弯，哪一点转弯，哪一点你转弯的时候，你飞行员你要做的事情做什么，所以我们把它写成详详细细，很明显的，飞行员回来以后
安全官就把他那个东西拿去，然后后背又拿到华盛顿 DC， 然后他销毁，是火烧掉的，烧完以后还要经过检查，才这个灰尘才能丢掉。我们出任务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人跟你讲话，就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进入这个大陆啊，或者是任何一个地方的，一去大概都是六七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啊，只有继续往前进，然后把所有的任务完成，再回来，回得来就回来，回来吧，因为当初的任务就是根本就不知道每次出去的情况能不能回来，根本都没办法预料了。从35队 U2 交还给美军之后，内陆的目标我们大概没有办法进去了，我们就开始对于沿海还有台海的海面的安全做全面的掌控。今天很难得回到我以前工作20年的地方，就是桃园基地。我们加入空军征召部队以后，就有一个信条，就是作战第一，情报为先。如果你没有先掌握敌方的情报，他先要了解敌方对方他的实力在哪里，用自己的最佳的能力去攻其弱避其长，很低调的去执行的任务，很危险的逃出了匪区，把征召的情报收集下来供指挥做参考，这就是征召部队它的特性。那今天我们在那段时间为国家做出来这些事情，希望大家不能够忘记，台湾并不是无缘无故能够稳住阵脚，能够一步一步的建设到今天。今天享受这些成果的人，必须看着这个颓败的这个棚场，看着这些荒烟漫草的基地，他应该有所醒思，就说这些都是先人一步一步历史走过来的成绩。照片可以说明一切，但是要经过详细的判读，这样子才能够产生真正的正确的情报。在民国37年之前，虽然有12队的这个照相单位、征召单位，但是呢，这个照完了以后的照相的这些解读、这些的判读，就缺乏一个专业的一个单位来执行这个工作，所以才成立了召集队。召集队是在民国37年的9月1号成立的。再接着到民国应该是43年吧，就是因为国家认为说这个征召的重要性，而且他的兵力也需要越来越多，那时候还成立了四中队还有召集队，全部把它合并再成为一个大队，一个侦察大队，叫做第6侦察大队。随着这个823炮战过后以后，从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了解照相情报的非常的重要，所以在民国48年的时候呢，又把召集队从这个6大队里面给它独立出来，啊，独立出来，然后呢执行更多的这个征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作业。那我们召集队的，当然这段时间配合他们，有很多重要的情资产生。在这个期间里面，老总统蒋中正先生，还有那个时候的国防部长于大为，甚至于说蒋经国先生，对不对哈？都曾经到达我们队上，都在我们这边来了解当面的这个重要这个情资。严格来说，召集队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的一个地区。召集队的区域有3个区域啊，永安、增城、华裕。在永安作业区那里，它会有任务下达。然后增城在接收底片的时候会进行冲片的作业，然后冲完片校试完就会移到永安区，比如冲洗照片、印象照片，然后移至到制图分队或者判图分队进行下一步的成像报告的作业。
华越地区就比较倾向于卫星照片，就比较倾向于卫星照片。有些地方我们根本进不去的或者拍不到的，就由华越地区来做补强的动作。在教育队三分之一甲子的时间里，刚开始不会对教育队有任何的觉得绝对要留下回忆的地方，直到旧教育队被告知说会东迁到花莲去，随着岁月时间整个时空的流逝，这一块的历史慢慢慢慢慢慢的会被冲淡。教育队在台湾独一无二，非常期望后人都可以好好的慢慢看看教育队这一块为台湾为我们国家贡献了多少事。我知道我这个想法很自私，但是我也知道这个记忆完全完全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取代。桃园这个机场的属性呢，很有意思。在日据时代的时候呢，相传会选在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还有气候特殊，气候不好，尤其在冬天的时候，几乎是，每一天都是被这个低云呢所盖住，所以相对的话，它有天然的隐蔽的一个作用。那时候我们经常在起飞的时候，一刚离地，把起落架一收完，就瞬间就进云了。就在云中飞行了，那就要靠仪器。要落地的时候，起落架一放，通一出了云之后，啪就马上要落地。所以我们这个基地的飞行员呢，在七年累月的情况之下，相较其他的基地，在仪器飞行飞的细腻的程度来讲的话，确实是会比一般基地要，因为天候的关系要历练出来。在作战的情况之下，空军可能在三五分钟就一场战事就结束了，所以说这个机会我们讲 timing 的掌控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每一个基地，尤其是战斗机基地，它在跑道头的地方都一定会有警戒室，让你在平常的状况之下随时都保有一个最机动的一个姿态，随时可以升空起飞，完成你守护领空的一个责任。警铃随时一下，马上就冲上飞机，就是执行任务，巡视领空的情况，守护整个台澎金马。吴大队正好因为精良的训练，守卫了台湾的安全。我记得非常清楚，我调到桃园基地来是民国58年的6月3号，那时候我才24岁哦。我从少尉一直到了上校大队长离开，看到我在这个地方把我最精华的岁月奉献给国家的这个基地。当我离开这跟这个警戒的飞行员说再见的时候，我出门我的眼泪啊，止不住的一直流下来。我要去美国当武官了，我离开这一个我生长、成长的地方，让我怀念跟感触。但是我总觉得，桃园基地永远是我的家。那么知道这个基地能够保存下来，再给大家来参观，不光是给前人觉得我们对于以前那个时代的尊重。而且也启发了后面假如很多的年轻人，让他们知道我们国家的安定是从哪里来的，让他们也会自己去更爱自己的国家。而且我们非常希望有年轻的孩子到这里来，因为孩子是我们年轻，是我们国家未来的希望。